活，下一次带来什么？现在为各位介绍，各位好朋友介绍，这个是叫做洛梨豆腐。那炎炎夏日呢，我们可能夏天没有胃口，可是呢，光喝水不行啊，还是有一些提供一些热量，所以先提供这道洛梨豆腐上面呢，我们增加它的口感，可以摆上一些核桃啦，或者坚果类啦，葡萄干、蔓越莓。那这些热量呢，就蛋白质还有很好的油脂。让我们吃素呢会更有体力，提升我们的免疫力，跟我们的心血管方面都可以更 OK 哦。试一下哦。好气哦，对对对，这很方便，我们在家就可以自己学会做的菜。那接下来上来这道菜叫做起司蔬菜卷。那它的特色呢，这个饼皮是我们有加一点香椿手工下去揉制的，那里面呢有一些生菜，那在夏天也是夏天很适合我们轻食啊，或者要当下午茶啊，可以喝一杯饮品或者来搭配这个，像这对我们身体非常健康又很清爽。哇，这很好吃哦，来我们吃看看。白色的食物呢，对我们肺部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萝卜丝呢，我为了保留它的原来的汤汁呢，我用新鲜的萝卜稍微把它串稀，串稀以后呢，它在加在调味的时候，它自然会产生很多那个汤汁的水分都出来。所以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我们制作者如何把它包起来，就是靠我们的技术了。所以这些汤汁跟萝卜丝呢，可以保留在原来这个饼皮里面呢，味道切开的时候，汤汁就会流露出来，而且不添加任何那个化学的东西，还有无奶无蛋，这个是很特别的，针对完全吃全素的是非常有帮助。好，请各位朋友。赞赞赞！我吃素20年了，我响应你们，你们好棒哦，加油！